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3年的这个10月31号，礼拜二。好，那上班打卡吧。今天的这个天气啊，还真的不错，哦，蓝蓝的天，然后再搭配这个不知道什么树啊，梧桐树吗？哦，风景蛮美的，哦，这样拍的话蛮好看的。哦，那今天礼拜二的话，其实今天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重要要执行的一些报告了哈，所以可以比较多时间在做一些规划的事情上，好，不然有些时候一些例行性的勤务啊，会让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可以快点让 POS 导完，但是在让快点 POS 导完之前的话，必须要先做一个确认动作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要能够稳定，它不会发生问题。有些时候你东西好，但是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哦，他会觉得说，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他会检讨，但是好是理所当然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决策就是尽量让它稳定，好，不会出错。好，哎呀，哎，师生跟冯伟在那边聊天，好吧，我去凑个热闹，就这样，拜拜。